三重高中国中部日前接待日本和歌山县古佐田丘中学校老师以及学生共40人，重高特别以台湾夜市小吃为主题，不但以英语介绍美食，还让日本师生亲自品尝，看看台湾的各式小吃。Do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make it? First, mix material, make them into the small bowls. Second, fry both in oil until lamb become golden, like this. And you can try. It is very delicious. It's very delicious. It's very delicious. Yes, yes. Delicious.英语介绍台湾小吃之一地瓜球之后，接着就让日本学生品尝看看。而另外这组介绍的则是皮蛋豆腐，学生对于吃起来 QQ 的口感觉得特别。いかがですか？美味しいです。很好吃。美味しい。觉得很好吃。那你可以帮我问他刚才有上过英语问学生。先ほどこちらの学生に何か質問したんです。これを何かって質問したんですけど、これって。我觉得这个皮蛋那个皮还蛮特别，所以我问他说这个是什么？はい。それはピータンです。これを何かわからんかって聞いたんですけど。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吃起来是 QQ 的感觉？”所以他没有觉得味道很怪。なんか味はちょっと変とか感じていませんか？感じすごく美味しいです。不会，完全不会觉得，我觉得很好吃。不止日本学生品尝了台湾小吃，校长也认为臭豆腐比他预想的好吃。而从过往只能透过视讯交流，到这次能实际参访，是难得的体验。刚才校长吃那个臭豆腐的表情，好像有点微妙。なんか校長先生は先ほど臭豆腐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るとき、ちょっとなんか顔色はちょっといかがですか？いや大丈夫でした。没关系，我没问题，我觉得可以。那他觉得吃起来就是有，比如说日本类似的食物，跟我们这个臭豆腐可能是一样，可以接受。なんか校長先生は臭豆腐を召し上がってみて、なんか日本の方にもこれちょっと似ている食べ物はありませんか？船寿司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有一种叫做船寿司的东西，所以那个味道是差不多吗？哎呀，阿吉诺，对不起，阿吉诺后啊，大体同じですか？いや、こっちの方がずっと食べやすいです。我觉得这个臭豆腐吃起来还觉得蛮好入口的。今まではスカイプを通して香港と交流してきましたが、今回は本当に実際にこちらにいらっしゃって、本当に皆さんと実際に会って交流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て、校長先生はどう感じて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しょうか？はい、本当にこんな貴重な機会を与え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隣国である、台湾と、子どもたちがいい関係を築いて、今後仲良い国になっていけたらな、そんなふうに思ってます。我真的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其实台湾跟日本啊，就是非常近的距离。那我真的希望我们两国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交流，可以变得感情越来越好。三重高中日前才刚接待完日本的高校生，这次则由国中部负责接待，特别以让人印象深刻的台湾小吃为主题。之前博洋高校跟卢高校主要是针对高中生的一个国际接待，那今天呢，好，他们是国中生，那我们也用我们的国中生去跟他们的国中生去做接待，好，彼此促进彼此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一种好激发出来的一些的一个灵感。所以你们那时候是想说，因为吃美食应该是大家共有的。因为美食确实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的一些文化，这样在日本应该是尝不到的。日本师生这次来台只有短短3天，但是透过三重高中精心安排的夜市小吃介绍，一次吃遍各种台湾美食。记者陈明辉、林景瑜三重采访报道。